今天吃夜宵的吗？你在做什么？吃夜宵的吗？这位男人有忌口的吗？没有。毫不犹豫，没有。什么都能吃。唯一的靠近就是饼干啊，甜的啊。你会发福的吗？我会啊，但是工作真的重要啊，我不能饿坏了自己。会有减肥时间吗？不会。减肥在聚餐。哎呦，这都夜里12点多了，真饿了。其实如果有一些什么热热的啊、甜的啊就好了。好饿，好饿，好饿，我真的好饿。骗我，我真的胖，一天4顿饭，毫不犹豫，没有，什么都能吃。